只箱子，嗯，哦，伊拉就问了你，我来只兜底翻，一翻，嗯，我刚刚纸头拿出来，一推出来，旁边就是包号头的，嗯，阿姨，恭喜侬，恭喜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申请鸟舅，现在我在奉贤的农民街。那到这边来呢，一来呢，也是因为我妈申请的这个经济适用房啊，正好在装修，陪她过来看一下啊。二来呢，也是去拜访一位居民啊，他呢也是拍视频的，全网拥有几万粉丝的，好吧？他是从虹口拆迁之后搬到奉贤这边来的啊，我们一起去看看他现在的生活是怎么样的。阿拉玲玲老师屋里向收拾了多少清爽？哎，后头是好像是只学堂，对吧？一只中学。嗯。旁边一块是高中。哦，旁边一块空地是高中。哦。搿是我帮到老头两头人空。哦，侬帮到老头空。小根没空还没人空。小根嘛，平常有辰光，侬是儿子哎，对吧？嗯。啊，有辰光难得来好空空。我伊拉来也勿空啊。伊拉来也勿空啊。搿趟车子开两分钟五分。伊拉来来嘛就回去了。附近啊，就搿搭。阿拉儿子住辣附近。住辣附近啊？哦。搿近个。搿个等于空了盖。对吧？嗯，有七种。哦，谢谢谢谢谢谢。玲玲老师，侬是啥辰光搬过来的？2020，就是今年年头浪向搬过来的。今年年头浪向搬过来。阿拉去年九月份就辣辣弄堂里就开始讲了。嗯。要动迁了，要动迁了。嗯。侬晓得，阿拉搿辰光我是住辣公平路个唐山路。哎呀，公平路唐山路搿搭老气嘞，我经常去啊。地来桥。啊，地来桥搿搭。老式石库门。啊。搿辰光住了真的是吓人，一个是设备没个。嗯。一个是下头搓麻将，搓到半夜里。啊。楼浪向借拨外地人。啊。半夜里烧菜，擦烧菜。外地人半夜里烧菜啊？伊回来哎呀，搿种哦小狗呀。烧菜，如果阿拉空到空到是吧？一烧菜嘛，声音才响嘞。哎，有你声音。嗯。那么阿拉夜里向想好觉困个困不着，夜里向呢，夜下头是搓麻将，吵了不得了。嗯。然后搿日些难过啊。那个。你得搬动迁。嗯。我跟阿拉老头讲，阿拉已经搿把年纪了，再不动迁，阿拉差不多了。好嘞，到了十一月份开始，龙堂里就开始讲了，嗯，要动了，要动了，哎呦，我真开心，嗯，好了，纸头贴出来，搿搭布告贴出来，嗯，总共到半场3小时也勿到，快伐？搿是蛮快的，哎，阿拉是东一洋路两期，咾哪搿搭是属于虹口区多少地块啊？一只都109地块，109地块，哦，那当时居民的通过率高伐？通过阿拉最高，嗯。99.9%，哎呦，这个等于讲等于100%了，大家才呼吁要早点动迁，早点动迁，这房子真的太吓人了，太吓人了，侪快点，没一个人回家的，嗯，啥个钉子户啊，啥么没个，没个没个，吵闹也没个，因为觉得搿动迁已经好像国家办了蛮好了，蛮适宜了，像我现在是我屋里向是石库门，一只是17.几。嗯，你结果摆了是370几万，370几万呢？搿辰光是摇号，嗯，侬摇到前头好号头，选先选房，嗯，摇勿到号头后头选房，对个，我运道老好，啊，我摇到几号？74号，哎呦，搿老前头唻，哎，啊，74号。要到一包第一批进去，嗯，侬选侬心仪的房子，嗯，我是看中是
文艺，因为啥我看中文艺呢？因为文艺离阿拉儿子近。哦。离阿拉儿子只有开车是廿分钟。哦。因为我要照顾小孙子嘛，有辰光要去带带小人。嗯。我搿辰光也考虑到彩虹湾。嗯。太远了，一个是市区的北面，一个市区南面，阿拉儿子南面，搿来回路程勿来塞。侬要到搿只号头拿彩虹湾是绝对可以的。可以啊。拿得到的。而且网银行老好的，对的，因为我号头前头呀，啊，当时摇号的辰光，嗯，阿到我是七十四号，那我摸到七十四号，然后我前头的几个人，侪一摸，一报号头呀，嗯，一千一百多号，一千多少，我想，哎呦，搿记死了，搿记我是摸不到，嗯，我想哪能办？我跟伊拉反方向，我前头看到伊拉的，嗯，伊拉是就搿能拿的，嗯，一只箱子，嗯，我号，伊拉就搿能拿的。我来只兜底翻，一翻，嗯，我刚刚纸头拿出来，一推出来，旁边就是包号头的，嗯，哎呀，恭喜侬，恭喜侬，七十四号，哎呦，侬哪能刚刚好啊？这数字好啊！哎呦，我是心是别别跳，嗯，激动啊，嗯，因为对阿里就没空好搞，没空好搞啊，上铺摸不到好号头，哦，摸不到好号头，房子没嘞，嗯，光嘞，阿拉有交关人的房子没拿到哎，没房子嘞，只好拿钞票哎，就是讲，伊是摇头是。要老后头了，一千多，一千多哦，搿是把人家侪改了差勿多了。我就是，就是第一批就好进去选房。嗯。但是我搿辰光选房的辰光，根本也没人选嘞。嗯。我阿拉自家选，阿拉喜，我是欢喜，阿拉是十八楼，身高是十八楼，我欢喜高，我就选个十七楼，十八楼嘛是顶楼咯，十七楼。啊。阿拉儿子嘛，伊讲要稍微下头点，伊选十五楼。哦。搿伊两幢楼。就讲，那等于是拿了两间，两套，两套，还拿了眼钞票。那当时除脱有的文苑、房苑，包括彩虹湾，还有的啥地方？十只房苑，有的十块地方呢。松江文苑，嗯，嘉定，松江又有两只，嗯，青浦，嗯，川沙潮路，嗯，还有包括彩虹湾，十只房苑。哦，那么那十只房苑里向，阿拉想也商量完，嗯，全部。不来塞，不来塞，杀他，杀他，杀到最后五年。我这幢楼呢是马路的第二排，沿马路的第二排，辣辣小区的大门贴牢小区大门。嗯。搿视野老开阔，那可以讲马路高头景色侪看得到。侪看得到。十七楼又高，嗯，夜景又好，嗯，还是蛮好。那跟我现在老早的房子勿好比了。